知道，是吧？这个人性刺在哪儿了？说话不算话。许给你什么了？你看，说好了一块长起来，长半截它不长了。这语言就有点恶毒了，有点虎狼之词了，是吧？就说呀，反正就是说，郭德纲啊，往台上一站，这个个头正合适，是吗？你得瞪大了眼睛才能找着他，是吧？这是合适吗？就瞪大眼睛看他的演出，嗯，确实说学逗唱很全面，对，尤其是这唱啊，刚才您听见了。我听完之后啊，感慨万千，很感慨啊！因为最近上个星期四啊，我们家买了一头驴，啊，没有郭德纲声音大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这个怎么叫比法啊？怎么了？郭老师跟驴比，他比他声音还大呢，那证明他这底气足，那也不必骄傲。丹田气他练得好，嗯，郭德纲小时候就喜欢唱，哎，对吧？大家又在网上您查过，郭德纲七岁学艺。九岁进宫，一十二岁呢？不是，等会儿，官拜不是干嘛？这七岁学艺，我听明白了。对，九岁进宫啊，就善了。你很不礼貌，你作为他的徒弟，你把他善了，你这那哪行啊？我不会这门技术，你怎么这你怎么下得去手呢？你我不是你吗？我不是我善的呀。不是你说的也不行啊！你说的九岁就进宫了，进宫怎么了？进宫怎么了？什么宫啊？少年宫啊！郭德纲小时候嗓子好，家里给送的少年宫，学学唱歌，学学唱戏，哦，进少年宫里全得善了啊！别，我不能这么说。就是啊，你这人净是传谣，知道吗？我以为是皇宫，现在有吗？嗯、你要复辟啊？咱别扣帽子，好的，我一个月演一场，我回去了。我不是扣帽子，没有这个情况了。现在叫故宫博物院，里边都是游客工作人员，里边全善了，是吗？那医保也不给报啊。就是啊，他把这句想起来了。你看，反正就是说呀，郭德纲嗓子好啊，一唱起来，按音乐术语说，能达到嗨 C。你叫嗨 C， 嗨 C 就是多嗨他都敢塞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高了一点，老在这儿，嗯，咱学不了。在这儿，一般您到海边听这种声音比较多。什么情况？救命啊！就这声音，快淹死才这味儿。就这辈子最后一句话了啊！所有精力都搁这儿了，他这能耐大，哎呀，能唱，嗓子好，确实也是好。这是人天生的，嗯，天生条件好，对，加上后天自己的努力，嗯，人唱得好。我也不是跟您瞎客气啊，啊，我这个嗓子天生条件就不好，嗯，后天呢我也不能努力。这个，嗯，你后天怎么不能努力啊？后天我有事儿。后天呢？你怎么那么忙啊你？不，你给我安排的吗？不是，这后天说是后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反正嗓子不行啊，咱就少唱。嗯，这唱的机会呢，都留给郭德纲。对啊，咱这扬长避短。呵，您呢多说一点。嗯，郭德纲确实相声说得好，大家也很喜欢听。对啊，于谦老师功不可没。嗯，于谦老师跟郭德纲那叫黄金搭档，是配合默契。嗯，你看，没有于谦老师，郭德纲啊。没有这么好，嚯，如虎添翼，你瞧，对吧？你看郭德纲收了很多徒弟，你也是他徒弟，对，郭德纲徒弟云鹤九霄吗？嗯，排字儿吗？云字科的岳云鹏，哎，张云雷，嗯，陶云胜，连云港是吧？李云迪，行是吧？马云啊，你干嘛你？他就收着有钱的的。你每句话都拦我，这个不行啊！不是你眼睛不对呀、啊，连云港那只是个地名了。连云港那不是我们师兄弟儿啊！你前些日子你不是提的连云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是我看猴的了，像那儿。哦，反正就是郭德纲云字科的徒弟，差不多大家很了解。对，鹤字科也有好样的。是，方才那个张鹤伦呢，郎鹤炎呢，还有大家喜欢的曹鹤阳啊，嗯，这个孟鹤堂啊，哎，鹤顶红啊，是吧？你都给他们毒死了。都说的嘛，听他们相声有毒吗？嗯，可能就是爱听吧。说他们好看。九字科、肖字科，反正都是好样的。对，他就是肖字科的徒弟。嗯，消灭，是吧？姓被，被消灭。对不对？什么叫被消灭？消消消乐，爱消除。不是的，消防队。你别瞎给人起名字行不行？消什么？消可正。不是什么？我不是肖字科的。那你是什么科的？我是云字科。姓什么？姓栾。栾霄云。哦，你看我还是肖字科的。这个不是栾云，栾云什么？栾云平。栾云平，这名字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看，听说有个栾云平。嗯，这人还有吗？你就是，对，你就是栾云平。无理取闹。说相声栾云平一提，你说全世界来讲，你说谁不知道啊？
反正我不知道，是吧？你是知道是不知道的？知道啊，我能不知道？不知道我说这么利索利索，对吧？ 这利索吗？这个说相声的都知道，有一个叫马凤英，是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啊？马凤英是谁呀？又是您呢？我栾云平啊。栾云平都知道一个栾云平啊。你说这个演员，您说现在来讲，哎，不是咱这说相声，咱禁止抚摸，好不好？干嘛你啊？不是哪儿说相声扒拉扒拉人鼻子呀？你又扒拉掉了。我就介绍介绍你。什么你这哈？你怎么那么大意见呢？废话，你愣杵这不成啊？这个介绍介绍你，你就是那个栾云平，很有名气是吗？很有名气。你看人栾很有名气，你知道吗？你到了，你记住没记住？记住了，姓栾嘛。对啊，他这姓比较蹊跷，比较怪。您知道吗？您这个栾，您大概是外姓吧？嗯，就百家姓里大概没有您。知道吗？他这叫外姓，就是外国人的姓。别介啊，别介啊！百家姓有你吗？有我呀，赵钱孙栾。赵钱孙李呀、啊？还是的，周吴郑栾。周吴郑王啊。冯陈楚栾。别楚了，我这漏了。不，您在哪儿待着呢？您是不是在下瓦房那忍着呢？好，我最后一个。那您在哪儿呢？我后边啊。哪句啊？后边有这么四个字啊？是。宁求栾豹。瞎编的。没这句，哪有这么一句啊？你念过百家姓吗？念过，小时候我四岁我就背这个，四岁，那年我才四岁。你甭提你四岁，四岁我背百家姓：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、冯陈楚卫、蒋沈韩杨、朱秦尤许、阖闾施张、孔曹严化、金卫陶姜、七谢邹玉、白水斗张、云苏潘葛、西万彭郎、鲁威昌马、苗凤花方、渔人袁柳、风暴史唐、费连岑和雷魂尼、唐英罗碧、郝官长，不记得有你这。高下菜田这没有啊？嗯啊，有得有。不是，那你是哪句来了？是你那四字叫什么？我宁求栾豹。宁求栾豹嘛，能没有嘛？那宁求栾豹在后边嗯，有这句。对呀、啊，宁求栾豹。哎，您就姓宁求栾豹。我法国人，我四个字的姓我是。那您是？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啊。啊，抱歉啊，小豹。哎，咱这有要你这有点不礼貌了。哎，你们这有个小豹不是你吗？不是的，我姓栾、啊、栾豹。什么呀，我怎么栾豹了？我呀姓栾、啊、姓栾、哎、他这姓太怪了，不好记，是不是啊？那您是工长栾呢还是立早栾呢？你认识字吗？你这什么尺寸？那工长念张，立早也念张。您是哪个张啊？工长张。走去。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有点讨厌我了吧？我不是从现在开始的，从未来开始的。我一直我就很讨厌你。你为什么讨厌我呀？这不是从大家多了解了解你吗？我有你人就乱了。是吗？现在我有一半都以为我叫马凤英。马凤英，你其实你改吧，马凤英挺好听。我凭什么改？我改完了那一半给我忘了。你看你这人呢，你怎么太不好伺候？我就栾云平，我火不火我也这名了。姓栾。对，还改吗？不改了。准姓栾。准姓栾。不改了。不改了。你要是姓栾呢？我不是东西啊。你看，不是你，他这话就绕的人啊。嗯、啊、什么叫姓栾不是东西？这不你自个儿说的吗？我呢，你这是个，你别紧张行吗？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我那你怎么说不清楚啊？我有点一头雾水了。我是不是啊？我就姓栾。姓栾，别着这么大急。栾、哎、老师、嗯、您老师。栾先生。您先生。栾先生贵姓？姓赵啊。你看这不是你老有栾先生贵姓的吗？栾先生可不姓栾吗？急是白脸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你一天到晚的。姓栾就姓栾。那你这人呢，这一看就是猝死的像，你知道吗？他老着急。我都挂线了是怎么着？你老着急，别着急。我是说不清楚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不清楚、啊、你就绕的。我姓栾、嗯、叫栾云平。哎，为什么对您名字生疏一点啊？什么原因？说相声的艺名。对，叫栾云平。嗯，说相声都得起个艺名。是，郭德纲收徒，云鹤九霄，哪这么巧啊？嗯，都是后改的。哎，他这也如是。嗯，原名不叫这个。嗯，原名叫马凤英啊。这个不是。嗯、啊，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了。他呀，他天天给我起名字。哎，我不叫马凤英，原名，我那意思就是原名，甭管叫什么，不叫栾云平。对，原名，我想想，他原名俩字。对，对吧？对。薛什么？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不太像。原名也姓栾，原名叫什么？可不也姓了，我就俩字。对，栾博。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栾博一听这名字就是有钱人。怎么听出来的？栾博基尼吗？对吧？你谁没做过栾博基尼？栾博基本都泥了。嗯，那是兰博。您姓兰，你到底姓什么？我姓栾，我说那车叫兰博基尼。反正你有，反正你们家有，嗯，对不对？是我有一小栾博基尼嘛，人家里头还是栾博基尼。对啊，家里反正有钱，嗯，有车有房，啊，站着房躺着地。行，人家说相声呢，叫什么呢？叫霍，叫这个叫霍霍，叫爱好，爱好，爱好。哦哦，完全是出于热爱相声。嗯，家里不缺钱，爱好者，家里边有的是钱。嗯，家里边站着房躺着地，哎，住那房子叫别墅，对，四层楼，嗯，地下三层，就这种。我们家是停车场是吧？不礼貌，是不礼貌了。哎，我地上面三层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反正家里挺有钱的。哎，开豪车，嗯，住别墅，住豪宅吗？啊，你说这样的生活，你说谁不羡慕？嗯，人人得而，人人特别羡慕。是不是？不是，今儿你这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？哎，今儿这思维有点跳跃，就是剩下这种劲头。哎，对，您，嗯，羡慕您，啊，我也羡慕您，老师也好啊。对，郭德纲的门生，这不假。于谦老师也没少教他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是全球最知名的相声艺人。对，这么两个演员每天教他说相声。嗯，您凭良心说，嗯，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？是，结果还是没说好，是吧？我长一废物。你怎么废物？你说的很不错了，又不错了。说你没说好啊，是拿您跟于老师比，哦，稍微差一点。稍干嘛？稍微比其他演员都强。嗯，天赋好是吧？郭德纲、于谦在他身上也下功夫，对，每天教他，嗯，每天教两次，哎，拿开水教他，你知道吗？怕烫不熟是不是？开水沏茶啊，再教你说相声。嗯，他的相声我经常听，是吧？不庸俗，嘿。不低俗，谢谢您。没有那个下三路那包袱，哎，我没有，没有那个低级的幽默、低级趣味，没有。您都说我温，他的相声啊，特别的，特别的含蓄，嘿，内敛啊，我爱听。谢谢您吧，听完不累。好，过去那个说相声、听相声都是艺术享受，哎，后来导致说相声说完了挺累，嗯，现在听相声听完也挺累，全累。听他相声没有这个，嗯，听完了特别的，哎，就跟没听似的，你看。就非常的呀，什么叫跟没听似的？那是不累，什么没干那个？不是你，就是你这个相声非常的幽默哦，特别含蓄，嗯，有回味。您看看，回味无穷啊，是最高境界。嗯，什么叫回味无穷？就是您当时听他感觉不是多可乐，嗯，别着急，等过两天呢，您就忘了，是吧？就这个，他不给您添麻烦，你给我添麻烦了，怎么的了？你这一说完就听栾云平相声不可乐呀。您再说一遍，听栾平相声不可乐呀。哎，你看我就想不好这么恰当的词儿。你看，你看我给总结了，您自己了解自己。我是很差啊，但是不会有那么差。怎么很差呢？你别老这么谦孙行不行啊？他这个人呢？谦孙呢？啊，揪着胡子过马路不谦孙吗？有一个词儿叫谦虚，那是揪着胡子过马路。这是不，那是谦别人。是谦虚，我谦你就是谦孙，去去去去去，嗯，我是那孙子的孙，有这词儿啊，谦孙，嗯，有谦逊，谦逊，哎哎，别老这么谦虚，别那么客气啊，嗯，绝对说相声，你是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是吧？这是说相声啊，嗯，这是当娘们儿，这是。你当不了，你没那个资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说你是一把好手，是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嗯嗯，说相声说多少年了？说了13年了，搞文艺13年了。哎，啊，很了不起，是吧？怎么把郭德纲就给那个蒙蔽住了？嗯，我蒙蔽他干什么呢？不，那他怎么就收了你当徒弟呢？啊，我爱好者，爱好者，哎，比较热爱，平常喜欢听。对啊，我也爱听相声。好啊，小时候我就喜欢听。嗯，我最喜欢听的都是。大师级的，嗯，要不说起点就高呢。您爱听谁？侯宝林先生。好，你看我们主持人叫侯震。对，主持人叫侯震，他的祖父就是侯宝林先生。嗯，对吧？你看看得出来，这相声遗传呢，最多传一辈儿，是吧？就说再往下就差点了，你说的一门都没有。这个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我喜欢听。哎，什么叫改行啊？对，好，关公战秦琼，嗯，戏剧杂谈，哎，这节目出色。好啊，侯宝林那时候现场还演呢。嗯，我小时候侯宝林哪儿演，我哪儿听侯宝林。呵，就这么爱呀，这儿有耳福啊。后来听来听去听不着了。怎么？侯大师故去了。啊，得病了。93年。对，我心里难过一多礼拜。啊，侯宝林一死，我还得听别人啊。那改听谁了？马三立。哦，贺马老的相声也是好啊，幽默大师啊，对，滑稽大王啊。嗯，马三立哪儿演出，我哪儿听马三立。嘿，听来听去，
听不着了。怎么意思？马三立也故去了啊。我又发现了，嗯，马季说得好，嗯，也是相声大师，是新相声，写多少新节目，对，老节目也好啊。呵，马季哪儿演，我哪儿听马季，嗯，听来听去听不着了。怎么？马季死了。你看看，侯耀文说得好，有侯耀文了，确实不错，对，对吧？糖醋活驴。是吧？活鱼，活鱼，听过没听过？糖醋活鱼，小寨联欢会有这么个节目？小眼看世界是，这我经常听啊，好节目。侯耀文哪儿演，我哪听侯耀文？嗯，听来听去听不着了。怎么？侯耀文死了。得，我又发现唐杰忠说的好，呵，是孝佛呀。哎呀，唐派捧哏呢，那还了得吗？成派了吗？自成一派呀。哦哦，唐杰忠先生孝佛呀。啊啊，在评选十大孝佛没他了，唐杰忠也死了。没评选过这个，我就纳这个闷儿。嗯，我怎么听谁谁准死呢？你看，现在我最爱听的是就是你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岁数还不够。没关系，我听一小段。别别别别，你给我来单包袱。不成不成，来末味。不不行不行不行、哎、不行不行。为什么？您有功夫多多听听流行歌去吧您。我不听不听，没有什么意思、嗯、你说半天没有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我爱听你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他总结的是，那几位先生啊是因为到岁数了，嗯嗯啊，你还可以，对吧？你起码能让我听个一年半载的吧。好的，我没两年了合着。嗯，什么叫嗯嗯啊？嗯，我岁数小不禁听。我这对客气，说的不错。嗯，他的相声说的不错啊，说学逗唱刚才很多演员都介绍了，哎，说呢就是以说为主，对，学呢郭德纲学唱很多，嗯，逗呢是把大伙儿说笑了，是相声演员必须得能逗，我们俩就经常逗，对，台上台下都逗，嗯，当然大家你说我是不是老跟你逗？是啊，我是不是你老逗？是老，怎么这叫不这老逗？这不是什么好词儿，是好词儿，这搁南方老逗是爸爸，老这么客气，你说你这人呢、啊？没有这个必要，我知道吗？不是客气，老逗着玩，对，开玩笑，哎，把这话说全了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我老跟大家开玩笑？嗯，朋友们有知道的，有不太了解的，2700多位哪能都知道啊？还有不知道的？我们俩有一层特殊的关系。嗯，刚才那是有的是玩笑，有的不是玩笑，是吧？嗯嗯，我真是他爸爸，不是的干儿子，这冷，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。对对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你拦着我，观众误认为我是你爸爸了。是不是啊？谁误认为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？哎，您说全他是我儿子，嗯的干爹，对，我媳妇儿是他母亲，不是的干女儿。你瞧，他母亲是我媳妇儿，嗯的干妈。干妈呀，说话不会断句是怎么着、啊？打我干嘛？废话，嗯，你说话老大喘气，我气短呢。你气短，你老是长辈啊。您原谅，不，你好好说，关系没介绍错，你当着大家，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？哎，的干爹是啊，你看。谢谢了，又绕到进去了，又跟别在这儿作揖了。怎么了？我爸爸是你的干爹。不要紧，这个什么叫不要紧呢？那怕什么呢？我们这好离析。我不成，我不成啊！你装不知道？别凭什么呀？看他这个人呢，什么都较真儿。你别老上纲上线，别都往正事儿上、真事儿上这么领。这我跟您父亲，我们也是忘年交啊，对对不对？他父亲欧阳震球，您说在外边，您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咱们你这说说都没边儿了。要边儿您得早去。什么叫边儿？干嘛呀？不是我栾云平，对，我爸爸欧阳什么？欧阳震球。你就这名字我都不知道啊。外号我给起的。你别瞎跟人起，你起外号也得姓栾呐、嗯。栾震球啊，栾震球。哎呀，栾震球先生。不，这名字不好听。咱就栾老吧，啊，栾老吧，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对对，咱也是好朋友啊，嗯，忘年交嘛，对不对啊？经常往他家跑啊，是，上回不是上家找你，你没在吗？嗯，他父亲接待的，嗯嗯，我说那云平在家，云平不在家啊，云平喂王八了，关键上小魏那儿忙活去了，小魏那儿，小魏那儿忙活去了，哦 哦对不对啊？喂王八，那我走吧，结果我就走了，走走吧、嗯啊、这个相声演员呢，为什么我上家找他去啊？找他对词儿，对，找他排练。我们词儿不熟啊，不是不熟，嗯，熟也得对哦。你看郭德纲、于谦俩人都老干将了，对，经常还在一块排练，嗯，对吧？每到周六或者周日，俩人就奔郊区了，干嘛去？不是钓鱼去啊，啊，也不是钓猴去啊，嗯嗯，就在那儿郊区租了一仓库，这是这仓库啊，面积也就12平方米哦，他们的排练厅。哦，对词儿的真事儿啊！每到周末俩人去，嗯，上回闹笑话了。您讲讲，上午10点钟就到了，嗯，晚上10点半了还没走呢，多累、啊！因为新拿一个本子呀，
背不下来。嗯嗯，叫什么呢？叫我爱非洲，背不下来。是个歌颂相声。对，后边有一个外文的罐儿。呵，要了命了。是，打早晨十点到晚上十点，这词儿还没看明白呢，呵，都累了。好家伙，郭德纲出主意，谦儿哥，咱跟这玩意儿玩一天命了啊，咱都快累死了。我出个主意，咱放松放松，打个赌，您敢吗？于谦说：“行，德纲，你说吧，您说咱赌点什么？”谦儿哥，您呢，把身上衣服都脱了。于谦一听，郭德纲你要干嘛？嗯，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人。我什么交情？别别，你先别过来，你先别过来。好，等不了了，已经。干嘛呢您啊？打赌不是这个，脱完衣服出门，绕着咱这排练厅这小屋，哎，跑一圈。您听听，你只要敢光屁股跑一圈，我给你两万块钱。两万块，看人有钱人一打赌，这玩意儿就两万块。嗯，于谦一琢磨，这地儿很偏远，哎，快十一点了，甭说摄像头，连路灯都没有。嗯，白天都没人来，转一圈弄两万，一分钟的事儿。快呀，你说的啊，两万啊，这就脱，还挺白，这别提色儿了。脱完叮了当啷来到门口，推开门一看呢，一个苍蝇都没有。干嘛呀？不是。脱了光眼子了。对，呵，这词儿好。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？哎，别问。那有的人他就注意这个，他就注意这个，这没有用啊！你注意这干嘛呀？不是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推开门一看呢。不是，你是一个，你要敢说，你得敢让人问了。你敢说吧，就敢听。不是，嗯，你就是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？手表。带块手表，表带还松点，没结呢，大钢链行不行啊？行，叮了当啷到门口，这不是重点。嗯，推开门一看，没人。郭德纲，你说呢？跑一圈给两万啊？哎，我走了啊。嗯，别锁门啊。别锁门，这是他发坏，那一走这把门锁上了。嗯，那不是尴尬了吗？一分钟，于谦回来了。哎，郭德纲掏钱，你看着了啊，门在这儿呢，这边走的，这边回的。嗯啊，两万，你要是不给，你不是东西。你说给吧，他心疼，不给不是东西。嗯，有主意。您说，谦儿哥，没想到您这么没羞没臊，都这么评价。比如说，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，这两万块钱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吧？哦，他往回对付。嗯，于谦是后头人，行，德纲你跑一圈，钱我不要了。嘿，咱俩接着对词儿。好，哎，好，就要了这句话。嗯，郭德纲脱脱脱完，小黑胖子，那你哥黑点这是啊？叮了当啷到门口推个门，也带块手表。啊，也带块手表、嗯、他从来不带手表。黑极了、啊、那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啊？手串儿、嗯、他有手串儿，不锈钢的。嗯，叮了当啷，你别老注意这个行不行啊？不锈钢手串，你推开门一看呢，不你给他买的吗？没人、哎、好，人有旦夕祸福呀，天有不测风云、嗯，于谦跑一圈回来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郭德纲刚跑了三分之一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对面来四个巡逻的，干了，拿那手电筒16节电池的，冲着郭德纲，哎，干嘛呢？嗯、黑更半夜不睡觉，光屁股瞎跑什么呀？刚才你出了一回来，我就没理你，怎么又出来了你？两回全是他了，可笑不可笑？哎哎，你这叫什么呢？他们生活当中的小故事，嗯嗯，加工加工给您奉献。对，你说出去裸奔去，这是编的啊啊！真正排练是真的，经常排练。说学逗唱离不开这四个字。嗯，刚才郭德纲唱的太平歌词多好，属于唱啊，唱啊，不光太平歌词，还有数唱来宝，数来宝啊。刚才这个全淼啊，张潘呢给您唱了一个同仁堂，哎，那就展示这么几句。后来这个数来宝就发展了，嗯，变成快板啊，快板书。嗯，今天我也高兴。8月最后一天，当着朋友们，我给您唱段快板书，您欢迎不欢迎？我给您唱段快板书，快板书，您也别闲着，我干点什么？你在这儿啊？啊，你预测预测，嗯，我唱的是哪段？就是在你唱之前，在唱之后啊？唱之前啊，我就是赌两万块钱的。你猜对了，我给你两万；猜不对，给我两万。得了，得了吧，敢吗？我们不参与了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好，这段子太多了。哦，那这么办吧、嗯、我唱完了你猜猜我唱的是哪段，行，看你知道不知道。这赌什么呀？这什么也不赌啊，这都不赌了，他又行吗？我也赌、嗯、赌点什么、嗯、赌点什么。如果我唱完了，唱完了你要不知道你是我儿子，行吗？我知道呢。你要知道我是你爸爸，
你怎么回事？哦，你唱一段，你得一儿子。好，没有什么用，有什么用啊？咱就不要那个了，那太庸俗啊，咱不说那个。他说完了，他告诉庸俗，你就听听这是哪一段吧。哎，好嘞，厅长，好嘞，好嘞，厅长，哎，听啊，嗯嗯，你唱了，你唱。疯了疯了，唱啊，等会儿，不是，不是，唱啊，等会儿，你着什么急？不是，你这等什么呢？还有俩没照的呢。人家那是自拍呢，自拍呢是吧？多可气啊！注意听着啊。哪段？不知道你是我儿子。那还是预测是吧？你这半天没张嘴呀、啊？你我张嘴，张嘴就知道吗？啊，你说的 啊。我要一张嘴呢，我就知道哪段子呀。再说一遍。你要一张嘴，我就知道哪段子。一张嘴知道哪段 啊。你这叫抬杠了，你这张嘴了，你张你得有声儿啊，有声就知道啊，嘿，哦，完了，不完还等二年呢，不是你后面就没有点词儿吗？无聊吗？无聊啊，再来一遍啊，注意听着 啊，正式来段子你就知道了，好好唱，听这哪段 啊，来到了北展心高兴，嗯，我给您唱着几堆绕口令，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，我这唱的是闲来没事儿。出趟城西，这个树木狼林属高低，一二三三二一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呀，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，二一一那一个一，我数了半天，一棵树，一棵树长着七个枝，一个枝接着一样果，它接的是那编的陈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呀，这就是绕口令儿一个小段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寿比天齐。哪一段？这不是绕口令吗？你头一句就唱出来了。哎呦，你漏题了，漏题，漏题了是吧？漏题不算，漏题不能算。不，我再来一段。你还会别的吗？我再来一段，这是助兴，热热身，给大家带来几个好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你给大家送祝福。哪儿那么冷就热热身呢？我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你不用说段子名字，哎，你能给我接下句吗？我也唱两句。你不用两句，接上一句来，证明你有胆子。好嘞，行吗？老有胆子。听这个，换战术了啊，接下句啊。哎，好嘞。我说的是，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来来来来来，接下句儿 ，please。我接你奶奶个孙子，很不礼貌，很不礼貌。他接不上来了，一生气恼羞成怒。我接你奶奶，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？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没有这么个段子呀。小段啊，两只羊啊。你这胡编乱造，胡编乱造，你不懂的。对这个，你还是外行，你别摸我这个，你还是外行，知道吗？真正说相声的，这是基本功。说学逗唱基本功，报菜名啊，绕口令啊，数来宝啊，快板书啊，这叫基本功。我知道。另外来说呢，除了基本功，还有基本条件。对，你具备吗？我都有啊。都有什么呀？就有条件啊。你有什么条件啊？就是、你就弄这个，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眼症要我口齿清楚，你清楚吗？清楚不清楚？你还听不出来吗？清楚吗？清楚啊。眼神好，眼神好吗？好啊。脑子快，脑子快吗？快呀、啊。快完了。怎么叫快完了？脑子快呀、啊。脑子不可能快。考考你，姓什么？姓栾啊。行，够快的。你看今年34了，知道姓栾，你看
快！你非你问我姓什么，告诉你我姓栾呢？这么回答呀？啊，这么回答能看脑子快吗？什么意思？小孩都能答呀。既然考脑子，咱来一回逆向思维。嗯，所答非所问，行吗？不太明白。比如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个答话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，没关系就算对。是啊，能有关系倒算错。举举例子，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说我吃了。挨上了。我那我没吃。有关系。我不饿。错误。一会儿再吃。Wrong。我正减肥呢。No。先放冰箱里。不对。搁微波炉里热热。别说了。哎。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没吃，减肥呢，不饿，一会儿再吃，热一热，这都跟吃饭有关系。哦，有关系就算错。那么应该怎么答呀？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怎么说？你说我有痔疮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两句话有关系吗？它不挨边啊。哎，不挨边就算对了。哦，挨边就算错。那这题我倒愿意来。考脑子，逆向思维啊。嗯嗯嗯，这不好来。好，精神稍不集中，它就是顺口就挨上了。不可能。怎么呢？我脑子快，挨不上。行，嗯，当着大家都是评判员啊。哎，对，我也别多问。嗯，五句话你就得挨上。好嘞，大家听着，一句、两句、三句、四句、五句之内，嗯，他又还没挨上，证明脑子快。行嘞，只要挨上就算错啊。好好，没废话啊。挨不上，开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有痔疮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我动物园看猴去了。你属什么的呀？灯泡还真亮。几句了？三句了。嗯，挨上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挨上了，脑子太笨。接着来呀。不用来了。怎么挨上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问你几句了？我说三句了。这不挨上了？哦，这也算一句。没废话呀，五个问题这是第四个呀。哦哦，我问你几句了？三句了。挨上了吗？嗯，我问你几句了？你说我爸爸掉老虎山里了，老虎山，对不？就挨不上了。不是，那是啊，是挨，我跟我爸也挨不上了。可以一块挨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这也是个题呀。每句都算。哦哦，没废话。那再来，再来一遍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五个问题啊。哎，一二三四五。嗯，精神集中。好，特别那几句了，那算啊。哎，好嘞。叫什么名字？我有痔疮。今儿星期几啊？我动物园看猴来了。你属什么的？灯泡还真亮。几句了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哎呀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哎，错了。哦，最后一个题了。哦，错了吧？也是个题啊。那个问号啊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你看看，答案都告诉你了。你爸爸掉老虎山里了吗？不是。我这我没想到你错了吧？这也是个题呀、啊！五句话第五句啊！我以为你安慰我呢。安慰什么安慰？你不需要安慰。哦，完了吧？承认了吧？不，不能承认。还不承认？你得，这不是正经题呀、啊！来正经题呢？来个谜语、啊，急转弯，这能考考智力的？考考你。哎，打灯谜哈，咱今儿这是哈。啊啊！注意听着啊。嗯。考你一个什么呢？考你一个字谜。字谜。字谜。哎，听这念什么字？注意听着啊、嗯，听着呀、啊，说啊。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猜猜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谜面嘛，乱七八糟。打一字，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这个咱来来来，别磨蹭功夫啊，根本猜不着，猜不着，猜不着。输我十块钱啊！嗯，哎，你听着，怎么还有十块钱啊？要十块钱我就不参与了。哦，行行，哎，忘了，忘挂赌了，哦、忘挂赌了、哎。没关系，那咱就让你长点学问。行，这不给钱啊？这是哪个字呢？嗯，你要听着好，给钱啊。好，森林的森，森林森会写吗？知道啊。怎么写？三个那木头的木吧。哎，就是我这个谜面。是吗？森林的森，能讲一讲吗？我给你讲啊。呵，你注意听着啊，洗耳恭听啊。森林的森，你怎么叫一个不出头？你看那木字怎么写呀、啊？嗯，它是一个不出头。哦，这就叫一个不出头。嗯，两个不出头，两个也是这不字往上出头。嗯。你们三个不出头，三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出头，你看不是不出头，您听清楚，不是他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，都是这不字往上出头。哦，哎，好，学问，好，真好，学问，一个不出头，两个不出头，三个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，都是不出头。嘿，好，有文化没文化？这是个字谜。哎，哎，森林的森，长知识。森林森三个木，嗯，三个金，金银的金，念什么？心。三个水。鸟。三个土。窑。三个口。品。三个日。经。三个一。不知道三呢。这一三得三，这多基础啊。你幼儿园侯阿姨没教给你吗？不是三我能不认识吗？你自个儿说的。不知道你说的。你刚才上的一个底俩，上一底俩，你是仨落一块儿了。这也上的一个底俩呀。
这三你怎么瞧我都认识，他也是三。你不行，脑子还是不行，你老不承认。嗯、再来一个，哎，再来一个象形字啊，象形字，我比划一字，你猜猜啊？哦，你谁？你比划一个字？我就是字。哦、你长见识啊！俩胳膊一伸，俩胳膊一伸，猜一字，看念什么？十？哪十啊？数目字八九十那十。好、哦，上面再加一横，比如说再顶着一横，猜干？哪个干、啊？干工作呀、啊？干？不对啊，不对。就是干，不对，怎么不对啊？不对，这什么字？于谦的于，于谦于还有一勾呢。我这翘着脚呢，我看不了这么仔细。你大褂又长点儿，你不认真，你赖谁呀、啊、你啊？废话，我这看着你，我看你脚干什么呢？不翘脚，告诉你不翘脚，你也猜不着。哦，不翘脚，上面加一横，猜干呢？不对，这是和平的平，和平平有俩点儿啊。我有俩耳朵。这耳朵又成点儿了，这俩大点儿没看见呢。甭起哄，甭起哄。什么叫起哄呢？你猜不着啊！你本来就是我这的耳朵算点儿了。你看你这人，不算这个啊，不算这你也猜不着。再来，站好，一叉腰猜，这是中国的中，不对，这是申请的申，申请申还横呢。我有裤腰带，我看不了这么透彻，你知道不知道你？嗯，你我看不了这么透，我比划你也不知道。你比划我瞧瞧，这个，这毛巾的巾。不，嗯，这是那吊车的吊，吊车吊上没口，我这张着嘴呢。行啊，这小子啊，遗传怕，这叫学还挺快。你看看，遗传怕什么关系？哎，就是我学完这，你也会这个，嗯，遗传。那不叫遗传怕，那叫遗传。啊、对，遗传这个玩意儿遗传，你甭很厉害。一般我这都传男不传女，你啊，甭想让他小去了，甭绕的我了。这个我再给你来一个，嗯嗯，语文难不住你，来数学题，数学题也好啊，几何行吗？没问题，平几可以哈？可以可以，平几就是那个角什么那个玩意儿。对对对，平面几何啊，注意听着啊，低头，你快点啊，动作慢了，重来。低头有什么？嗯，这不是桌子吗？对，呵，太机灵了，这属于几何啊？对对 ，smart。一个桌子几个角？快说。四个。拿刀剁一个角还几个？仨。不对。哎，不对。怎么叫不对、啊？五个。不可能到多了呀。你看你五个角那有错吗？你不怎么能剁出五个来？一个桌子几个角？四个呀。拿刀剁一个角，数。一二三四五。四五。哦，你不是这钝角也算是角吗？是角是角角吗？锐角、直角、钝角、平角、周角，五大角吗？嗯嗯，对不对啊？凭什么不算呢？是。再来一回。啊、一个桌子几个角？四个。拿刀剁下两个角，还有几个角？六个。不对啊，还四个。怎么还四个？你这样剁。怎么剁？你这不叫剁，你这叫切呀、啊！摔死我你！你出题的时候，他出题是拿俩扇子当刀，我以为俩刀呢。对，他倒是放下一个，他这么切啊！我逮不着你啊！脑子不行，不承认呢。我说四，你又改六个了。行行行，你说一个，嗯，你说一好的，我说一好的，你说一个，我说咱说一老谜语啊！真是，你注意听一听，我就不相信你说我就猜出来。听着啊，嗯，那千里随身不恋家，老爷不贪酒饭不贪茶，说实在的，水火刀枪都不怕，掏点真能耐，日落西山不见他。你是真不知道灯谜老爷值多少钱。简正的，你不信你扫进去啊！哎哎，什么叫这个？哎，叫猜吧，猜，你还没说呢，猜什么呀？我说了，我这声多大呀？说完了啊！你刚就在那儿那个随便的，就是说呀、啊。我怎么叫随便？我们这都计划好的呀。哦，行行、啊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时候您注意听。我认真听听。别我说你也说 啊！你说我听着。说千里随身不恋家。说实在的，我这灯谜又来了，是不是？看这不是丰富一点吗？你不哦，你来。千里随身不恋家，不恋家，不贪酒饭，不贪茶，哎，水火刀枪都不怕，多没意思。日落西山不见他，说呀，你们说完了，让我猜。哎，你猜这吧，你没说完呢。怎么？后边得有一个客户啊。嗯，后边有打一什么？对对，有没有？就是还真是确实灯谜老爷、哎，灯谜吗？嗯嗯，都有这个，是不是？打一什么？打一虚物，打一虚物。哎，打一什么虚物呢？这虚物。我说我告诉你多好、啊、哦，对他不能告诉我，是不是？我得动动脑筋。嗯，你这个呀啊，猜着了，说放屁，这叫什么语言呀、啊？对不对？放屁，不是，指定是屁。你别这指着我嘴叫指定是屁啊！你看你这眼睁，你让人猜不让人猜啊？不是，我猜你这谜底指定，别来这手，是屁，不是
没奖，我就明白您意思了。你这玩意儿太低俗，我不爱猜这个。我说完谜面了，对，你说谜底是放屁，太对了，讲不上来，讲得上来，我给你讲一讲、啊、你可以问一问，听着啊，你说吧，我问问您啊，来说，千里随身不恋家，放屁，你解释解释，千里随身不恋家，嗯，这是你说的，可不我说的吗？你出门走一千里了，哎，你想家了，想了，那屁不想家，是吗？你从北京南站坐高铁奔南京了，嗯。没坐15分钟，你放一屁，哎，屁想家了啊！顺着铁轨回到北京南站，坐地铁回家了。打门缝里挤进去，你媳妇正炒菜呢。是，提鼻子一闻，啊，我爷们儿屁回来了。呵，有这事儿吗？没有。哎，千里随身，你走哪儿屁跟你哪儿。嗯，不恋家他不想家啊。千里随身不恋家，那二句叫合理不合理？不贪酒饭，不贪茶，更对了。讲，你饿了知道吃，渴了知道喝。对，那屁不吃也不喝，嗯，连比划都不会。哈，没听说过你正吃着美着呢，嗯，放一屁，赶紧弄俩馒头扔后边。呵，你过3天那俩馒头还在那儿，你信不信？谢谢。能让屁吃了吗？嗯，你上厨房拿酒去了，回来一看菜都没了啊，那丸子还剩一半，让屁吃了，这不像话了，被屁所累。呵，这辈多冤呢，对吗？嗯，不贪酒饭，不贪茶呀。是。第三句叫水火刀枪都不怕，太对了。怎么了？太对了。讲，拿刀剁你怕不怕？怕。拿枪打你怕吗？受不了。那屁不怕？嗯，大刀剁屁，好，斧子砍屁，嗯，拿枪扎屁，啊，这酷刑啊，都不怕。嗯，屁连原子弹都不怕。哎，水火刀枪原子弹一概全不怕。你别加字儿了。你看，哎，叫默一句啊，什么叫日落西山不见他？多合理呀、啊！是吗？干嘛还日落西山呢？嗯，白天哪位见过屁什么样？嘿，对了，对吗？屁长什么模样？哎、多高的个头？嗯，什么身量？嗯，小分头，小平头，什么样没见过？是屁穿一灰大褂，站在旁边戴上溜筋的。我屁，我是看着挺精神的，其实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什么对吧？你别甭问我。不是，那见呢？想见吗？想见，有这需求啊！啊，澡堂子，澡堂能见着。洗浴中心热水池子，嗯，有老头正洗呢。嘿，一看他那后背脊梁沟那儿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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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冒泡。嗯，听其声，闻其味儿，不见其形，此乃屁也。呵，说个屁，咱就别拽了，顺情顺理。哎，我这谜底不是放屁，不可能，我都解释上来了。不，我这谜底是个虚物，是什么？影子。影子，对 ，shadow， 嗯，哦，您说这是外语了，这属于不合理，怎么我能讲啊？你说说，别让我问住啊！哎，头一句“千里随身不恋家”，跟影子有什么关系？人上哪儿，影子上哪儿。哦，这人出地千里，人想家，影子不想家。这千里随身不恋家，人上哪儿，影子跟着上哪儿。对，你这天出门了，去阴天，嗯，影子在哪儿了？阴天？对呀、啊，阴天有影子吗？说。没有，千里随身，他随着了吗？没随着，合理吗？嗯嗯，合理，合理吗？合理，哪合理啊？不合理啊！我那屁不怕阴天呢。你别老下雨，他也跟着呀、啊。别老提那屁。哦，一下雨屁就不敢出来了。不是，我合理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解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阴天不算。你看，先弄一不算搁头里，怎么对了，还带不算的。我忘了这句了。第二句，阴天不算。二一句，要不贪酒饭，不贪茶。为什么是影子？人啊，饿了吃，渴了喝。对，影子他不吃也不喝吗？不贪酒饭，不贪茶，跟我那差不多。嗯。三一句，水火刀枪都不怕，跟影子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。嗯，你要是水火刀枪人都怕，对，影子全不怕呀。哦，没解释一样。哎，对，水火刀枪都不怕。第四句，叫日落西山不见他。为什么是影子？哎，就这句最合理，你解释。日落西山呀、啊，嗯，太阳一落山，影子就看不见了。哦，太阳一落山，影子就看不见了。对，月亮又出来了。这灯底下这影子，这谁？这是这谁呀？这是多大了？咱们这儿什么叫多大了？现在太阳落山没落山？落山了，看得见影子，看不见。嗯，这影子，这都谁呀？这都是这个啊、嗯，影子是是有影子，看见了，落山了，灯也不能算，这也不算，不算。前后俩不算，哎，我那放屁什么都算啊。他老忘不了放屁，不合理，你这不合理。嗯，干脆我再跟你说一个，再说一个，我跟你说一好的啊，我跟你说一好的。好嘞，
咱赌100块钱。一百块钱呢？100块钱。哎，你要猜着，我给你100块钱。嗯，你要猜不着，给我100块钱。行，咱别矫情。哎，咱来就来回好的。这是来回什么好的呢？咱来一回新鲜的、传统的，来一回扣字拢印的。嚯！您注意听着，我来这什么扣字拢印的呢？我先想一想。啊，咱来一回什么呢？咱来一回叫半夜叫门问声谁？你猜猜这个？哎，叫一百块钱，一百块钱一个。半夜叫门问声谁？你准猜不着。我在家待着呢，嗯，他找我来了。栾云平，谁呀？我，猜不着。来100。为什么？猜着了。什么字？谜底我呀。不对。什么叫不对？不对，你这脑子太笨，我得换一个。对，说是啊，哎，小孩见面啊，忙撒岁。切、嗯，这小孩怎么憋不住了？你这不对。这我猜着了啊，我告诉你，半夜叫门声，我。你怎么了你？咱这表演表演。打灯谜还有表演，那你不认输啊？怎么演？你我在家等着。嗯，你找我来，找你来，说出我字就算输。谁说我算输啊？啊，谁说我算输？这你说我算输啊？一说我就算输。对呀、啊，不说我算赢。嗯，开始表演。嗯，你在家里边等着我。是，我可不一定来。啊，那我等雷呢？是怎么着？我这非得来，那就得来呀。死约会。是啊，说不出我来。嗯。哎呀，没事上栾云平家去一趟。哎，说说到了。有啊，您好，哎，您好，门口迎接我呢，谁门口迎接你呢？哎，我来了就看见你了，别摸了，我在家呢，这不瞧见你了？我瞧不见，这有门呢，有什么门？哪有门啊？哎呦呵，哪有门啊？不，这好比有门呀、啊，舞台表演不能真门呢、啊，好比有门，对，敲门呢？这不一小木头吗？敲这个，敲门，对，没事上栾云平家串个门，嗯，还到了，你看。没在家，在家呢，在家能不出来呢？废话，嗯，你半夜叫吧，你得叫我呀，你这磕的鞋，我也出来瞧瞧啊，还得叫你？是啊，太麻烦，他这玩意儿100块钱值当的吗？哪有这么麻烦的？还得叫他，说实在的，没听说过。孙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咱们叫了啊？你叫孙子呢？别叫大名啊！啊 哦，我小名也不是孙子呀，叫大名，来。嗯，栾云平，谁呀？拜拜。嘿，你有病是怎么着？没说我呀。啊，你叫完了就拜拜啊。啊，跟你打个招呼。不，不行。哎，你得说我。说我输了。你怕输别来呀。不是我呀。你再来。矫情。根本也就是我字。怎么的了这是？栾云平，谁呀？就这么办了啊。就怎么办了？咱们白天定这事儿。甭介，说我。非说我。就得说我。说我就输了。你怕输就别来了。不念我呀。再来。劝人说我。栾云平，谁呀、啊？快递，去，没有半夜接快递的。你这急件，半夜叫门，你就得说我，这不念我吗？眼睁是个我字吗？没见过这样，哪有这样的？再来，真是。栾云平，谁呀、啊？送花圈的，去。你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、啊。废话，有什么事儿就送花圈呢？100块钱可以半夜了。100块钱，花圈都给人送家去。对，100块钱，你别把点儿德行不行啊？现在谁还在乎这100块钱？太可惜，他眼睁就是一我字啊！认输，你这人什么叫不认输啊？是你出的，就是我呢。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我就输了。说我就输了。对，他要不认输呢？那不是玩意儿啊！这是你说的啊？是啊。谁呀、啊？我。你输了。我输了。